Capcom 超人气大作《魔物猎人》系列横扫游戏界，相关的衍生产品也大受玩家青睐。而在《魔物猎人》受到欢迎的可爱角色爱露猫，还会推出专属游戏《魔物猎人日记：暖乎乎爱露村》哦。以可爱 Q 版的风格来呈现爱露猫的生活点滴。游戏中玩家可以体验爱露猫的各种生活模式，包含钓鱼、种菜、挖矿、捕捉昆虫、挤奶等迷你游戏。轻松的风格让玩家忘记烦恼，当然玩家也能四人组队一起冒险。而因应游戏的 Q 版风格，就算登场的敌人也都变成头好壮壮的搞笑造型，组队战斗的过程也以轻松诙谐的方式呈现，让《魔物猎人日记：暖乎乎爱露村》洋溢着超卡哇伊的游戏体验。玩惯了打打杀杀的硬派游戏，改玩玩这款《魔物猎人日记：暖乎乎爱露村》，放松心情也不赖哦。